文泽病愈，田伟尼顶不顺。田伟尼和陈展鹏曾在电视剧《冲啊！寿星兵团》饰演夫妻。面对陈展鹏这个孙盆，杜文泽丝毫不担心。阿泽佢本身都蠢蠢地。阿泽佢，喂，我同小鹏拍喎，咁阿泽就讲咗俾阿田听就话，咁你出去拍拖先啦，阿田同我讲。早前杜文泽患上罕有病症。经过医治及休息后，病已康复。多谢关心，其实佢而家身体已经真系好好，就系讲嘢仲鬼声唔大声我都有时顶唔顺。所以今次嚟到马来西亚，系咪暂时可以避一避先？荧幕上一直给人硬朗形象的田伟尼，在记者会上却显现了他鬼马的一面。我攞冠军嘅，其实，即系我都费事咁谦虚，其实。还收影娱乐最 live。